然后就是他会，这里头人说，来，咱们打仗了，然后这有一些电，然后呢，这个小房子给我挖地，然后他挖地了，这个可神奇了，这么神奇啊？嗯，说一个话他就干，真的？嗯，机器人吗？不是机器人，自动。那机器人也不是机器人，也不是自动的，也不是人。那啥，外星人。也不是外星人。那是什么呀？这个嘛，就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小窝。真的？嗯，谁都猜不出来这什么东西。谁猜不出来？只有你一个人知道。而且这还会有一些螺旋转，可以飞起来。螺旋桨。嗯。一直飞上去。嗯。哇，这么好。可神奇的了。这画里的故事真棒。妈妈，你不能把这丢了。嗯、我怎么能丢？我要把它照照片，然后打印出来。哎，咱们可以埋起来，埋起来，好主意，放那盒子里，然后就咱们宝藏放那个树底下。好主意。但是咱不能写字，要是有个人来，有坏人来，他用铲子挖出来，就偷走了。那不行，我们什么也不写，我们就把它放到塑料纸里面，然后埋在树底下，然后谁也不告诉。就只有我们俩。咱们去拿盒子，把砖子去，咱们去玩，拿盒子了。你现在要玩？